就发生了这些事。去！不要穿鞋，操你们的逼！好，我们就用斯波的打法，没有过。斯波你要怎么办？斯波你要怎么办？没有过，斯波。对，要讲心理作用。我没把握了，因为我没算过，我不敢讲。既然这么有把握，我们按照斯波的打法来试试看。来一次啊！不是代表斯波一定错，但是有机会是，因为我自己没把握，所以我不敢这样赌。因为我刚刚的打法，其实我可以打到尾王没问题吧？只要第六关的时候，强化扶持有做出来就可以了。啊，你要说什么？西边这边可以先把那个左边右边先转掉，然后左边先。嗯，右边先转掉，然后左边怎样？你就慢慢把基线先存到至少六个月，然后你把那个基线先转好。你刚刚没有看我的实况啊？对啊，他刚刚就是打右边的实际啊，对吧？在我这边刚刚好像不表现太多。没有，就是第二关的问题啊，那是第二关的问题，没关系，好，继续。哎呦喂，好搞笑，他不还蛮不搞，哦，有点危险，有点，喂，这时候做一趟了，各位，长长的一趟，哦，三千多地我不太动。巴比伦伤害比较低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对他会有这样的现象是正常的。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？就是再多做一康，知道吗？我已经尽力了，七康来补那一点点。那干嘛舔舔嘛？左边水柱算是失误哦。白金不敢讲斯波的战术一定错误，只是白金没把握，所以才会开机。这场我们来尝试一下用斯波的打法。斯波看好了，看好了。那几趟不错，你要指定抗爆数，不然怕太少，你看那个。那几趟大概五只牌，五只牌 ，OK， 没问题。一只牌，两只牌，三只牌，四只牌，五只牌，六只牌，六只牌了，来吧，欧啦欧啦欧啦，带走。直播干好，哎、欸，这是我转的，所以算是我的，好吧？嗯，好，这次应该威力不会太大了，应该不会了啊、哦。那我要转直的还是转横的？转横的，横的，你确定？哎、欸，看清楚，四十几万哦，你确定？两万中间转直的，有什么中间转直的？你就这只哦，你中间转横的，转横的，然后消强化珠嘛，好，好吧。你知道吗？消三颗还是消五颗？不可能消五颗，看，消五颗就不用储了，消三颗，好，来啊。哎，那。
看那两只打10000多哎，怪鸡鸡。这时候我们就是肯定是转五颗的，不用看。天降都是弄到嘞，没弄到哦，常常有的，转直的，转横的。横的，要几缸？指定缸过数比较准。几缸？横的几缸？两组木拿几缸？五缸够不够？做掉了，附加伤害，附加消除技能重置反伤数帕，即马是开一下木对不？啊，古魔王开了对不？300多万哦，没有克数，下一关也是300多万，可是下一关可以磨一下，但不开不可能啊，古魔王不开一定死了。再开什么比较短，这边妥妥的给他过去哦。一秒四，玩那个最后一秒钟的，灌过去。嗯，差不多，攻击力差不多，刚刚好，只要配的这么刚好不容易。手转，我再手转。会不会太快带走啊？好像有一点点哦、喔。这边有一个人有查吗？哎、欸，当然有啊！开玩笑，我告诉你，各位介绍，斯波生血，西波米 Yuki 是不是？好、哦，这是我们这个 G 八 Game 的成员、哦、基本上他的战术哦，我可以跟你报告，不亚于平民百姓，不亚于啊！你知道我一句话的意思吗？啊，我战术不改好了。啊，就是又要喝的掉，我是这样的。直播这样你懂啊？以后战术就是交给你了。然后就都不出战术，以后就叫直播出战术，责任都推给他。好，那现在是，我觉得可以绿一波再一波。然后这波再点，好吧？哇，没有转到球大，那这波要转大波了，不然我被干掉。好像太大波，不过不影响。
重点是强化符水伸出来。第六关，强化盾反击哈，盾反击哈。好，我相信你的战术应该好像有点停顿，而且要放，我想一下战术哈。我决定转一波没有攻击力的哦，绿联网出来，再开联网，由于下一关是限两秒转，所以肯定巴比伦也开不到哦，但是因为属性相克，我相信一波带走是不太大的问题。小小的失误，不过没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有强化补给。然后我们带的就是带的。龙科哦。这不是真伤龙的，各位，这是绿珠用的。这是绿珠用哈，好，这波开两秒转珠，你开巴比伦基本上就是两个字，酷酷 ，OK， 酷酷，有看到直接酷骨头了，看到我的血量，17000耶，还给我出酷，酷脚，嗯，对，我在看角度哈。来吧，按住，按住，按住，有病，有病，有病！嘿，阿力老师，天降弄下。好，基本上我拿两颗石头烧自己的脚。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只要靠神奇的转。好，各位注意一下，吸力几？二，懂我意思啊？不是他那个，我也不会啊，我真他妈的啊！你说打什么？不会不会，吸力二不会打。会打我吃屎！哎、欸，怕没夹酒桃，好不好？连干，我就打，等一下再打。那等一下会了，现在不会了。那一趴，我夹酒桃，神血转掉，神血转掉。跟各位报告，这一波吼，百姓要转六康，要转六康，不开木巴比伦，可以先开两张两两支，七第二，炸弹的最后那两支炸弹组合，听直播的，我先做一波木珠出来，好不好？斜转，神斜转，再来，五，再一个，漂亮。他的脸有点歪掉了。嗯，我怎么觉得这波不带走啊？然后被带走了。因为有两组星啊，回复力有问题啊，不是他回复这队回复力太低了。他打一下才10000出头。1033，所以你可以两种星一定可以在
要出来五星就可以多了，对，一整星就可以多了。更正一下，一组星还要五六 combo， 哦，最少五，对，最少五。对，也不然的话会血万丈。好，这一波我就不开芭比了。哎，好像可以开了。嗯，这一次不要看太多，一直不要看，现在就等下再开吧。不是，因为我开这波巴比伦的用意是拉长秒数，下一波我开牛王，加上这一次应该可以干掉。嗯，这一次可以转人的，这一波转人的没关系。好吧，要神血转，他捏捏。转人的，血转。我这边都是要血转，在考验我的实力，真的是。哦，有天价的游戏，来吧！20%，20%。加近4000，3800多。我可以摸一次，我可以摸一次。其实两次可以啊，可以摸两次，可以两次，可以两次哦，还可以两次，就偷偷摸就对了啦。嘿，对。你摸了。神邪转。哪里有吗？哪里有？欧啦欧啦，睡啦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师伯，谢谢 Billy K O。终于为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实况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， 好吧？可以看到师伯升血的战术，各位哦，有问题的话，以后对可以请教他，好吧？